听的小孩哦，爸爸妈妈准备好了吗？我是独宠小淘气，爱吃糖果巧克力，为什么感冒会流鼻涕，为什么小熊吃蜂蜜？我家住在翻斗花园，我上翻斗幼儿园，为什么我们要过年，又为什么过年贴对联？图图耳朵圆又大，牛爷爷我最害怕，为什么小孩会长大，又为什么女孩是长发？夜晚到底有多黑，北风呼呼往哪吹，小鸟为什么会飞，又为什么水要倒进杯？我的猫咪叫小怪，五颜六色很可爱，有时候它却很坏，总爱偷吃妈妈的菜。我还会动耳神功，和其他小孩不普通，有一阵是奇怪东东，思考总面对天空。大家关注我。